转载自百家号作者，篮球趣闻君。 NBA 休赛期已经过去大半，几乎所有的球队都已经完成了夏天的任务，该签约签约，该交易交易。不过对于下赛季的总冠军或许还是非勇士莫属，有媒体给出的勇士下赛季夺冠概率达到了 40%。 虽然勇士仍旧很强，但是其他球队该面对也都面对。如今联盟中已经没有了考辛斯加盟勇士或小塔申请离队这样的爆炸性新闻，剩下的大部分都是球员的训练和出游的消息。但是今日 NBA 又曝出了五个新消息，让等待新赛季开始的球迷有了一点点憧憬。第一，詹姆斯将要拥有独特的天价鞋。著名球鞋专家 Dominic Chambroni 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专门为詹姆斯打造的一款黄金款球鞋。这双球鞋是为了詹姆斯的30000里程碑而做，将会用1:1的珠宝以及黄金制作。第二，乔丹之痛将不会再出现。著名球鞋专家兼记者 Nick DiPaola 报道 NBA 在新赛季将取消球鞋颜色的限制，这为联盟历史首次。Nicky 在上赛季接手30支球队球衣后就改变了之前的传统，增加了颜色选择，如今球鞋也无限制，不会再有之前乔丹穿上红黑 AJ1 被联盟警告的事情发生。第三，爵士在签腰卫。 NBA 官方消息，爵士正式签下后卫特雷刘易斯，但是合同的细节没有被公布。刘易斯今年25岁，上赛季分别在法国和德国联赛效力，在法国场均上场 30.6 分钟，得到 17.2 分 3.2 个篮板 3.9 个助攻。在德国联赛，刘易斯场均得到 11.6 分 1.8 个篮板 2.1 次助攻。第四，魔术或交易武切维奇。美媒 The Athletic 报道，魔术队有可能将武切维奇交易离队，由于新秀翻发的到来势必影响其上场时间，而且其不符合球队的预期，达不到全面的效果。武切维奇上赛季场均上场 29.6 分，可以得到 16.5 分 9.2 个篮板 3.4 次助攻。第五，吉诺比利或会留队。吉诺比利已经宣布了退役，但是其在感谢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其也是直言自从其第一天来到马刺就得到了信任，这16年的 NBA 生涯让他非常感动，虽然以后不能用抢断和得分帮助球队，但是如果球队需要，其会选择留在队里，用其他方式帮助球队。